知道回来呀？晚饭都没吃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嗯？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你手上什么呀？于小强，你想干什么呀？ 解释一下可以吗？我解释什么呀？这不是我买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穿回家的这件衬衣，不是你穿出去的那一件。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你衬衫上的每件备用扣我都剪掉了，而这件衬衫上的备用扣还在，你可以自己看。这怎么了？你能保证你每件衬衫的扣都剪了吗？ 你又干嘛去啊？所有衬衫上的备用扣我都剪掉了，剪掉的备用扣都在这里，你自己看。 而且你穿出去的所有衬衫我都洗过、烫过，而那件衬衫，一看就是没下过水的，是哪个女人给你买的？就因为这点事儿，让你这么折腾。好，我先跟您道个歉，这事儿我没跟你汇报，好吧？我昨天开会，喝了点酒，胃不舒服，我吐了，把衬衫弄脏了。
下午还得办公，我没办法，又买了件一模一样的穿戴身上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明白了吧？撒谎！我撒谎？你还爱信不信？不是你想干什么呀，于小霞？啊？你看看你自己那个鬼样子，你这么弄下去，只能会让我们俩越来越远。你想想看，谁家的丈夫出门还得写一个请假条？ 谁家的老婆会把这衬衫上的备用扣卷剪下来，以防万一？你这样的老婆谁不怕呀？你心里没鬼，你怕什么呀？剪掉备用扣是为了让你穿着衬衫舒服，我有错吗？写请假条也是为了让你公开行踪，让家人放心。我走哪不是也一五一十的向你汇报吗？我用不着，你可以不告诉我，我只需要我们夫妻之间有一点空间。你要空间想干嘛？老夫老妻。 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的空间，你也就是我的空间。可你这人会把我给憋死的，憋死了吗？你不活得好好的吗？我生不如死，我拜托你懂不懂男人呢？你就是我一辈子的男人，我这辈子也没有任何人，我们俩结婚时候曾经说过，不离不弃，相伴到老。我对你的每一点都了如指掌，我对你的一切都知根知底，夫妻之间难道不应该这样吗？我爱你才这样的吧？你这样会把我给爱死的。 我爱不了了，你别走，你今天把话说清楚。你要不说清楚，就别想走。好，好，于小强，我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说清楚。自从你辞职以后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查钱包、查邮箱、查手机，这都不算。我所有认识女的，你通通都要盘问一遍。 到了晚上12点，只要我没回家，你电话准来。你知道我的同事们怎么说吗？他们说你这叫夺命连环 call。挺好的日子本来非让你从爱情片直接演成恐怖片，你不觉得你自己的样子很恐怖吗？今天的事儿我说不清楚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爱信不信。我在客房睡。 拿被子，拿被子干什么？我在客房睡啊。哎，你什么话？不许分房啊！分房怎么怀孕呢？我不怀了。什么话呀？吵架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就受不了他这么唠叨。他现在愿意唠叨你，表示他在乎你。等到有一天什么都不说了，就表示日子到头了。这到头就离呗。你是什么话呀？小强人还是不错的，他除了脾气坏一点，对我也挺孝顺。妈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？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原装的好，婚姻呢，原配的好。行了，我的事儿你别管了。哎哎，谁呀？你好，京东快递，这是您买的音箱。哦，这么快呀？早上订的，下午就到了。 谢谢。他不承认，哦，他不承认，你就这么放过他啦？你明明看见他的衬衫还挂在那个狐狸精家的阳台上，你为什么不说啊？我不想说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警告，也给他次机会。哼，从此以后悬崖勒马，而不是狗急跳墙吧？但愿他能知道你这番苦心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男人啊，算了，我不说了。 反正你也不会离婚的。废话，谁结婚是为了离婚啊？那你以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那我也不是那种人，我眼里揉不得沙子呀。你说夫妻两个人好好过日子，就不能有二心，对吧？偶尔犯了错误，知道错了就认个错，改了，继续过日子。他认错了吗？他能改吗？这就是让我特别生气的地方。 我讨厌他撒谎，错了就认了呀。你说我这种人，我也不可能揪着不放呀，日子还是要过的嘛。他又不是你，他怎么知道你这么宽容、这么大度啊？他肯定想，一旦要是承认了，你肯定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哎，
要是跟他离婚的话，再分走他一大笔钞票，他怎么办啊？那他七年跟我白过了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一定要让他承认，他跟兰心在一起是错的。我不相信我们七年的感情比不上他三个月的激情。你没听见那么吵吗？我飞了一夜楼，想睡个觉都不行，是不是？什么邻居啊，吵死了！别急啊，找谁呀？啊，我是住在你对面的邻居。我女朋友是个空姐，她飞了一晚上，现在在睡觉。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音响调小声一点？你还挺疼你女朋友的嘛？那我问你，能让地球转快点吗？什么？一点用都没有啊！那人脑子有病。等你拿了个耳机，哎，听不见了吧？你脑子才有病呢！谁睡觉戴耳机啊？我让他带去。转得够快了吧？行啊，现在可以看小声点了吧？如果是晚上没有问题，可现在是白天，哎，你们要干嘛呀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。我关可以了吧？不用套词，帅哥。干什么呢？啊，准备拿地球仪砸人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对面那个女的，她就是……哎呀，我不要听，我去住公司的酒店了，不睡觉我不死。那我送你啊！不要。我想把它作为蓝之星品牌的主题曲，我想让你听听合适不合适。你等着啊，你听。你应该到我这儿来一下。嗯，行吧，我过去一趟，正好有些话想当面跟你讲。
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不能再近了。之前都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应该把我们的关系发展成这样。以后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工作关系吧。你要跟我分手？可以啊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分手算什么？只要你开心，你幸福，我离开公司都行，辞职也无所谓，真的。我的那些设计稿都免费送给你们公司，就算是我兰心对你老刘的一点点忠诚吧。说实话，跟你在一起我心累，喝咖啡还是喝茶？自己倒吧。于小姐，请你赶紧过来一趟，房子我不想租给你，你怎么能骗我呢？请你赶紧过来。这房间我不租给你了，怎么了？你利用我。我利用你什么了？你说这个房间你租来是用来当仓库放服装的，你骗我。你家那些破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盯梢要监视，别在我这儿。你是不是看见我丈夫跟那个比基尼的女人了？我说这房间我不租给你了，钱我还给你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是不是看见我丈夫跟那个比基尼的女人了？你走不走啊？你就是看见他们了。我就是看见了，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哎，这是八楼。哎，别跳！哎，有话好好说。哎呀，我房子租给你，我租给你。下来了。你要干嘛？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过去，我恐高，你要帮我从这跳过去。这我可帮不了你，这是违法的。你必须得帮我。我不帮你。那我就从你家跳下去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是的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你怎么可以威胁我？威胁你了，怎么样？你简直不可理喻。从那跳过去，咱是自己过去的。啊？那怎么办？你先站到这儿来。副长，爸爸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过去，你先过去。
你们什么关系？邻居。你们什么关系？夫妻。那你们又是什么关系？同事。原来你们不是一对啊。我们俩是夫妻，他是第三者。说话放尊重点。幼小，你还嫌不乱是吧？你想干嘛？我还想问你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跟人家是谈工作。谈工作要跑到他卧室去谈吗？谈工作他要躺在床上跟你一起谈吗？我不想在这儿跟你解释。你是做贼心虚。别争了。那你们俩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不是很熟悉。不是很熟悉，还从他家阳台爬过来，冒充我邻居，莫名其妙。没问你，问你。我们是室友。你们是室友？你说话负点责任啊，谁是你室友啊？我说错了，是这样的，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他了，所以我跟他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。于小强，你居然背着我在外面租房子。是的，你敢背着我在外面去搞别的女人，我就敢去捉奸。我租房子就为了干这件事情。对，他们俩不雅的照片就是我在帮他修电脑的时候，我在他电脑里发现的。有你这么帮人的吗？这大姐给你多少钱让你这么帮她呀？哎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她给你多少钱呀？他们俩好端端的一个家庭，你横插竖插的，你破坏他们干嘛呀？哎，你搞没搞清楚状况啊？说话。好端端的夫妻却不在自己家里待着，好端端的同事深更半夜却以工作的名义待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，你好端端的邻居干嘛半夜爬人家的阳台啊？你以为你是蝙蝠侠呀？好端端的家不住，上外边租一房子。这社会要都像你们这样，这还有希望和正气可言吗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啊。小强，我们回家。上车啊。今儿这事儿，谁的主意？不是你的吧？是我的又怎么样？你少管闲事儿。我还就是一个特有正义感的人。本来我对这件事情可以没有立场，可谁让我正好看见你跟那老刘鬼鬼祟祟的？谁让我在修电脑的时候正好看你们在那照片上搂搂抱抱的？所以我非帮那大姐不可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小强啊，你先上楼啊。
干什么？过来。你呀，干嘛呀你？干嘛呀？我揍你！我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啊？好啊，闹进派出所去了。你不嫌丢人，我还要面子呢。我老脸都给你丢光了。行啊，你是老板呐，你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呐，这闹进派出所，传出去怎么得了啊？听我解释啊！你闭嘴！我平常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，家庭稳定最重要，原配最好，你一句也没听进去啊！我承认我做的不对。可我也没想到于小强和别人串通起来整我。你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，谁整得了你啊？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就是你错了，错了就是错了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？这您说。蓝心，蓝心，我看叫黑心得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马上跟他断绝关系，以后这种事永远不许再发生，听见了没有？再有啊，小强那里打死了不能承认啊，这种事情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宽宏大量，啊。我想解释一下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编故事。我只相信我看见。你看见的未必是事实嘛。是这样，蓝心呢是我们公司新请的设计师。这不是发布会就快开始了吗？我去呢是跟他核实一下工作的一些细节。为什么不在公司谈？这不是赶上周末了吗？他又生病了，我只能去他们家聊。他得的什么病？这一女孩子得什么病，我哪好意思问？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？你都进了卧室了，他都躺到床上了。不，这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，这还真是我让他躺床上的。你像人家生病了嘛，我作为一个老板，对下属怎么着也得关心一下吧。真是一个关心下属的好老板。你还让他穿着睡衣跟你谈的吧？那你说在卧室穿什么呀？穿晚礼服那合适吗？幸亏没在浴室吧。我知道，不管让谁看见这一幕，难免都会起误会。我保证，这事儿我没下回了，好吧？你谈的什么工作？你看你这话说。那我谈什么工作你也不明白，难道我谈什么工作还得跟你汇报？你急什么呀？你干嘛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如果今天不是被我当场抓住，你是不是还要说你没有去过他们家呀？是啊，所以你生气呗。行了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我承认我也有我性格上的问题，我们俩在一起过日子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我也一次一次的跟你说，我们俩好好过，我也努力生孩子。但是你不能背着我在外面去找别的女人，这是原则上的问题。你看你，我这都解释一晚上了，何总都白说了是吧？那你把这个给我解释一下。这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呀？您还拿它当艳照门了？
公司年会在海边上，同事之间拍几张照片，这怎么了？那如果我跟别的男人拍这样的照片，你也不会大惊小怪吗？不会啊，这都什么时代，这很正常啊。那好吧，那我明天就去拍。你这话就较劲了啊。那我再问你，嗯，你的衬衣为什么会晾在他们家的阳台上？陈芝麻烂谷子又翻出来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次喝多了，然后吐身上了，人家挺好心的，拿回家帮我洗了。你就别这儿不依不饶的了，行不行？你看人家做老婆的，一个个的啊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的，多好。你呢？你都干什么？翻阳台，什么当电脑黑客，什么跟踪追击，这你倒全行。那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？啊？你撒谎，口是心非，说一套做一套。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。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我上不了厅堂吗？我没有你那兰心年轻漂亮，对吧？我下不了厨房吗？刘光耀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吃喝拉撒睡哪一点不是我伺候你？说话是不是还要凭良心啊？你还真别跟我说良心，那你说我对你怎么样？你吃的穿的用的，我哪一样给你买过次的，对吧？可你背着我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在外面租房子，啊，跟那个什么修电脑的小伙在这勾勾搭搭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刘光耀，你不要倒打一耙，我跟人家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行行，你别生气啊，咱别吵了。哎呀，你吵下去也没意思，对吧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也不问你了，你也别问我，咱们都既往不咎 ，OK， 好吧？你先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不，你还怎么着啊？我把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咱们都自我检讨一下，自我批评一下，好了吧？我做不到。那你想怎么着？你既然做了，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你承认错了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夫妻之间为什么不能坦诚相见呢？看咱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，算了吧。算了吧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咱们夫妻走到头了。夫妻到头了是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离婚呗。你要跟我离婚？我无法容忍一个天天想捉我奸的女人跟我生活在一起。你知道我在派出所怎么想吗？嗯，你无所谓，你是个全职太太，我呢，我也在社会上混。我这些事儿被我的同行、被我的同事知道了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我告诉你，小强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我就只能跟你离婚。刘光耀，你胡说什么？小强。小强，你别理他啊！你别听他的气话。小强啊，小强，你别听他说气话。小强，你还坐着？你赶紧把他追回来，你跟他道个歉不就结了吗？不追，妈，我的事儿您甭管。我能不管吗？本来就是你错，更何况那个110是兰心打的，又不是小强打的。爱谁打谁打，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。我的天，好好的一个家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？但怎么了？啊，我就得让他知道知道这个家的主人是谁，你不能这么无法无天吧？话不能那么说呀，你去把他追回来吧。我不追，走啊，我看他去哪儿。离婚这岁数，我看你敢离？哎呦我的天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在干什么呀？喂，哦，我已经到了，飞个红眼航班去泰国。辛不辛苦啊？我给你算了一下，你这两个月累计的飞行里程都破冬月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房子租出去没？等你回来，我要跟你讲讲咱们这儿最近发生的特别精彩的故事。哎呀，我不要听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。行行行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
那你自己注意休息啊。嗯，好嘞，拜。姐，少喝点吧，你醉了。OK， 最后一瓶。老板，我们家给我打电话了，我现在不接。为什么不接吗？因为我老公要跟我离婚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小强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呀。你刚刚的话呀，任何一个女人都受不了。别说是你错在先呐，小强就算再不对，你也不能跟他提离婚的。我也是拿那话吓唬吓唬他，谁想到他就真走了。妈是不希望看见你这个家散了。儿子，话是伤人的剑呢。有些话呀，即便是夫妻说出了口，也很难收回的。我也没想跟他真离婚，那我确实不应该提离婚这两个字。喂，是于小强吗？你说什么呀？你过不过来？哎，你这儿怎么那么吵啊？我说你过不过来？你过不过来喝酒？过来喝酒。哎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房子我不租给你了，我把钱退给你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了，叫他过来喝酒。喂，喂，你是他朋友吗？他醉得很厉害啊，赶快把他接走吧。什么？我这是 Rich 酒吧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关机。他电话关机了，我在这儿等吧，你先去睡吧。我哪睡得着啊？你们两个闹成这个样子了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去找找他啊。他跟芳芳最好，你看看是不是在他家里。去。哎，儿子。家和万事兴啊，你别一赌气又跟他说离婚呢。哎呦，啊，
你喝多了？啊，醒醒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那个房子我不租了，我把钱退给你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那我钱不退给你了。哎，大朋友们，注意了，带他回去吧。哎，帮他把酒钱先付一下。多少钱？320。给300行吗？行吧。你能自己走吗？相伴走下去，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幸福，我们爱。